大英雄天团是漫威与迪士尼的合作作品，既发挥了漫威青少年的本质与迪士尼的合家观赏色彩，是一部老少咸宜的作品。迪士尼与漫威携手打造年度压轴动画《大英雄天团》，创造出天然呆的超萌英雄杯面。成为一个战斗时候的机器人的时候，他内心又保有医疗机器人的那个童趣，跟喜欢去摸摸小花啦、他有那种比较俏皮，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无厘头的行为。大英雄天团仍然符合迪士尼精神，温暖感动人心。反正多少友情啊，多少的爱情啊，多少亲情，所以迪士尼它是很紧抓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式，结局要让你有一点意想不到，是这几年作品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。异想世界本周带您深入了解迪士尼新作《大英雄天团》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